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咁啊！7月19日嘅啤李漫步，咁啊一公话正话睇 Channel C 直播最严重嘅系香港快云，唔知讲紧乜嘢咧？我谂系咪？喺高速死机嘛，咁哦 ，OK， 受影响嘛。咁其实就唔关咩事嘅，点解会香港快云最严重？因为全部死噶嘛，全世界基本上都受影响。喂，我想问咧，香港快云系咪就是 Hong Kong Express 啊 ？OK， 啊，冇乜所谓啦，因为我其实我都觉得冇乜选择，好似今次我下个礼拜。唔係我下個月去馬拉，我都係要搭 Cathay， 你都冇辦法，馬來西亞都冇乜航班，而家唔知，因為佢 combine 埋咗，要救人先咩咧？以前咧又要有廉航咧，有 Cathay 啦，又有馬航啊，咁啊好多班機噶嘛。而家真係佢點樣回復都係少咗啊，真係未到咩嘅。喂，好啦，咁今日晏咗啦，因為點解咧？今朝我唔知，我好早起身，咁啊諗住再瞓多陣啊，我點知佢無端端咧？原來嗰個全國大會即係嗰個 final 有直播喎，今朝。咁我睇啦，都係睇下瞓下咁樣啦，啊。咁啊，俾我話，但我都睇得好興奮，好好睇喎今日。咁啊，我會講下嘅嚇。咁啊 ，Trump 咧就哇嗰屌你老實講，即係我唔用個政見，乜都唔好講。佢喺度佢講個幾鐘喎，企度冇睇稿喎，個幾鐘喎。嗰個 speech， 屌你個幾鐘，你睇嗰個。行嗱，佢用咩個幾鐘咧？可以佢行上條嗰個空軍一號嗰條樓梯，佢要用個幾鐘啊！真係，個個都唔選啦。咩啊？佢落嚟啦。而家講咗咩？依家好大好大機會啫，九成啦。其實講真啦，佢琴日鬆口咧都係噶啦。咁有啲人話：喂，佢退選就會邊個上就會機會好多。大口破咯嚇，就會衝機會好細，唔緊要啦，冇所謂嘅。OK， 你咪睇下點樣咯。啲人嗰陣時話，如果換啊，即係嗰陣時嘅民調啊，之前換阿 Michelle Obama 咧，就會有60.5%機會贏啊，Trump得翻30%幾，冇咁緊要，咁受歡迎啊，原來 Michelle Obama， 即係而家已經對嗰啲民調咧，自從2016年之後咧，都完全唔使理嘅。O K， 咁啦，揾埋佩洛西啦。我都話唔係叫翻希拉里啊。你唔係啊，你叫翻唔係叫阿拜登老婆選咯，都得㗎。你咁中意揾啲總統老婆，冇乜拜登老婆選咯。O K， 好啦。嗱，我哋講下啲新聞先，嗱聲啊，唔好阻住我。喂，聽日真係好多嘢做，因為聽日我哋又離貨啦，即係終於我哋啲馬來西亞嘢啦，等啊，終於聽日到啦。啊，好啦，咁啊，而家咧啊，報名 AI 班嘅朋友應該收到我哋啲信息㗎啦。所謂嘅收到信息就係好似已經係去到下一班就爆咗，又再下一班，因為兩個禮拜先一班啊。咁我等下同啲導師傾下啦，睇有冇機會一個禮拜一班咧，實在太多人報，咁但係。如果一個禮拜一班，我個禮拜要翻嚟開門俾你班友，咁都錯錯嘅。佢唔係啊，佢會繼續有，因為我一班得8-10人啫嘛。咁你用乜嘢有一班兩班三班四班咁樣開啫 ？OK， 咁啊同埋咧，實在係太過重要啦呢樣嘢，我覺得。OK， 我今日我呢幾日其實我冇掂過，一開工我就係好全程投入咗，唔得閒啊。咁其實咧我都諗住揾，因為我已經諗定咗要點樣去啦。譬如我馬來西亞，咁我諗住我又試下自己用 ChatGPT 叫同我。整一個靚靚仔仔嘅行程表先 ，OK 好嗱，今日咧講下啲新聞先，大家要注意啊！我覺得大家呢個新聞一定要注意啊！第一，因為香港有60%人住公屋嘅嗱，公屋扣分制又加辣啦，又加辣啊！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咧，嗱，我真係永遠呢個好道德高地嘅，咁我話唔啱啊，犯法你唔做呢啲嘢咪冇事咯啊！即係譬如點解你要出邊有樓啫啊？點解你會唔申報啫？啊！咁啊收咗話，仲沾沾自喜啊！我哋房屋局長出嚟咧，同埋話：喂，我哋收咗幾多個，比對比以前多幾多？咁以前港英政府或者以前特區政府咧，不嬲都有呢啲法例喺度，就唔會咁嚴格去執行嘅，因為有啲擾民啊。雖然我就認為咧，其實係應該要定期 review 嘅。嗱，你問我到而家，我都係覺得定期 review 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咧，嘈起上嚟啦，又話唔夠屋住啦。其實某程度點解佢哋做得咁快咧？呢樣嘢？其實某程度就只不過因為咧係咁樣轉移視線，製造呢啲人民矛盾，令到等緊上樓嗰啲人咧覺得好多人即係喺度濫用公屋啊嚇、啊！其實係咁樣啫，唔關我哋無能事啊，甚至乎政府官員佢哋係咁樣想做啊。好啦，屌你咁你哋無能到痹啦，講真。好啦，一二三掉曬啲公屋出嚟啦。好啦，咁啲樓價又點咧？又想今次又唔知點樣又去解辣，咁解完辣又點啊？而家咪就繼續跌咯。好啦。
嗱，佢加辣加咗三樣，加咗三個新嘅行為，咁啊，另外有兩個舊嘅行徑咧，個適用範圍就加大嘅。咁大家真係要注意。咁大家我唔知道，好似公屋你扣十六分，扣十六分就要收翻租停租約噶啦。咁其實我覺得真係覺得好危險喎！哇，屌你咁樣十六分就停租約，我哋車咧就十五分啊！即係又暫時停牌咁，你都咩啊？但係你停租約攞翻間屋就大件事好多喎，大佬。喂，第一樣嘢新增嘅，唔能夠喂野鴿或者其他嘅野生動物，一見到你咧扣七分。屌你咁，你用乜嘢？我見到只鴿好撚肚餓喺度，喺門口有時飛喺個窗台度。屌你喂咗兩粒嘢，喂兩次係十四分嘅咯喎。如果你之前有啲咩跌下吐下痰啊，咁啊玩得完嘅咯喎。啊，唔好喂野鴿。撲街啊！係，好啦。嗱，呢個就大鑊啦！喺窗、露台或者樓宇嘅外牆、外掛或者置放從公屋處掉落潛在風險嘅物品，包括係簾縫、冷氣機簾縫或者其他新出物，就扣七分。有喂，你真係砸死人嘅！咁你係啊？咁你如果我係嗱，譬如我揾個係你哋政府指定嘅啊嗰啲係咪工程師？我唔知佢咁形容啦。去裝咁又點樣？咁似乎都唔得啦，直情係唔得啦，簾縫。因為譬如公屋咧，佢啲冷氣咧有曬嗰個位嘅，即係嗰個石屎嘅，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凡真抗拒或者阻礙房委會或授權人士依照房屋條例咧，或者其他法定要求或者房委會所制定嘅政策執行職務咧，即係阻礙執行職務，譬如唔俾佢入去啦，或者有啲其他職務啊，我唔知啊。哇！一鑊過扣十五分。哇！屌你真係好啦，哎呀！所以你見到人哋入嚟睇屋，嗱嗱聲開門啦。如果唔係呢一嘢，屌你諗十五分，我哋十六分就到頂嘅咯喎。係咪？嗱，另外兩樣不當行為範圍加大啊，就係抽氣扇滴油。嗱，以前就抽氣扇滴油就扣分啦，而家修訂為抽氣扇或抽油煙機嘅管道等地方滴油咧。你就賴嘢啦，即係以前咧抽氣扇滴油可能俾人哋執到啊，喂邊諗到抽氣扇啊？係啊，管道啫嘛。屌你老母，我抽油煙機啊嘛呢部，或者話屌你老母，我都冇滴噶，我都好屌你條管滴啫嘛，關我咩事啊？咁佢就加即係加翻啲辣啦嚇，細緻啲啦。棄置雜物阻塞走廊或樓梯通道，妨礙清潔工作咧就修訂為放置任何雜物。嗱，我唔係掉，我冇棄置喎，你知啦，我擺喺度啫喎。嗱，放置任何雜物、財物或者物品喺屋邨公眾地方，包括但不限於屋邨內任何建築物外嘅公眾地方，造成阻塞或者妨礙清潔工作嘅咧，哇！咁就 detail 數多啦。喂，公屋都唔可以擺嘢出通道門口啦，你啲冚家產住私家樓啊，擺曬啲鞋櫃出去係嘛啊？所以我都係認為係好冚家產嘅，擺嘢出去就好啦。另外呢啲我唔講啦，啊，即係。嗱，你而家降低個門檻，嗰啲強拍門檻，收埋啲樓，而家過條法例一定爭議性唔好大嘅，因為而家市道唔好啊嘛，係嘛？但係咧，由當年啊，將呢個九成降到八成，其實嗰陣時都好大爭議嘅，因為你小業主咧冇即係 low say 啦變咗。喂，而家咧有七個指定地區，包括呢個長沙灣深水埗，咁咪當一個地區啊。馬頭角就包括九龍城土瓜灣、旺角、油麻地。荃灣、灣仔、西營盤同上環就為一個，總共呢七個地方，我指定地方。Okay? 如果咧坐落喺呢個地區咧，樓齡喺五十年至五十九年咧，拍賣門檻唔係八成啊，係七成啊。六十年咧就去到六成半。如果唔係呢幾區咧，咁六十至六十九年嘅樓齡咧就七成，其他都係一樣八成。咁啊咁大家又搞清楚。當年咧，即係個強拍條例個原意就係咩咧？就針對一啲三無大廈日久收失收啊，揾唔到業主啊，因為有啲譬如十三街，即係我住嗰度咧，你揾都揾唔到業主喎、啊，於是乎就降低個門檻 ，OK 嚇、啊。咁嗰陣時降低門檻，你譬如去到九成，係咪合理咧？咁都可以講係嘅。但係而家咧呢、這個方案咧，喂一刀切喎、啊。你可能你係揾到業主 ，OK， 甚至乎佢維修得 OK 靚嘅，即係都唔係話有咩即潛在危險嘅，咁你都可以咁強拍喎。咁你其實小業主就真係冇乜 say 嘅喎，啊，咁當然有啲議員就建議啦，係話啊，喂，所以有啲人咧，有啲業主啊，小業主咧，
很容易被人空幾下呢，就寧願呢，他不是說口頭簽，寧願拿神早買了他拿了三兩百萬就好過跟他們反應，他都不識。因為你知道一般呢收樓程序那些填生啊又走上來啊，即是那意向書啊，咁亦都當然係俾個機會啊，有啲人可以即係撇執平嘢啦，所謂落口釘啦，咁啊，凌漢豪啲我就唔講啦。咁啊，當然啦，亦都有啲議員喺度扮曬關心。喂，老實講啊，屌你諗你直情你反對咪得咯？你呢啲咧係完全係方便地產商，即係譬如嗰個陳學峰，我都唔知咩人嚟嘅。佢話過往發展商咧。重建都有啲肉食，而家咁嘅環境係嘛？咁你降低個門檻係嘛？咁啊，令到佢哋咧因為其實點解咧？我哋真係做地產嗰時都成去留意呢啲嘢，希望揾到。但係其實係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嘅樓咧，佢一般嚟講都用曬個地積嘅，佢唔會用剩乜滯嘅，即係除咗個別。咁所以其實發展商嗰個重建嗰個 mood 咧，不嬲都唔係好係咁高嘅。咁大家佢咁樣降低個門檻咧，其實就容易咗乜嘢咧？容易咗將啲豬頭骨啊，以佢哋所講，一啲細細嘅八個單位，以前冇乜心噶嘛，但係因為而家六成就得咯喎，甚至乎咁啊，佢可能收八個單位八六十，收五個，咁佢就已經夠到達個門檻噶咯喎，嗰棟又收五個，再嗰棟又收五個，夾埋咁佢咪成個即係嗰個。那個面積大一點，那個規模大一點，就希望有這個誘因。這條法例在現在這一刻不會有人很著緊，因為第一五六十年那些，即這些樓的業主有很大部分都真的年紀大了，有些投資者那些，還親投資者那些就不是那麼夠膽出來發圍，事實上也發不到圍，現在你上街還是怎樣？那我覺得小業主對小業主來說呢，現在就不會一剎那有什麼影響，因為我不覺得有什麼人收樓咯，就是現在收了嘛。同埋陳茂峰都幾好喎，係，我擔心啲發展商賺得唔夠。係咁啊，加埋佢哋咯，虽然係民建聯咯，加埋佢哋咯。嗱，咁你咁啊有，嗱你一棟你唔夠，得少少肉嗰度，咁加埋咪多啲肉咯，屌唔撚使你教啦。唉，陳許文文仔嘅文建聯，我就唔識佢。主席嚟啊！好啦，曾志健真係淒涼，我覺得啊，曾志健，大家知係健仔邊個啦？真係荃灣俾人開槍嘅喎。又上 TVB， 我話我而家成我唔知佢係咪成為咗咧 TV 即係呢啲咁樣嘅國誤派對啊，國誤節目入邊咧嘅大外即係既定演員啦，即係唔係客串噶啦佢，屌你鑊鑊都係佢份嘅。嗱，佢啱啱考完 DSE， 考中英數三科考434，咁係咪算差？唔算差啦，四係咪真係 B 啊？即係類似咁樣啦，我唔知啊，係嘛？好啦，佢話希望出獄後做社工，咁啊首先要同你講，根據國安法個新規矩，社工咧，你犯過我嗱，佢犯乜嘢啊？佢唔係國安法咩？佢唔係，佢係暴動同埋襲警啊，咁啊都仲有機會嘅。雖然佢要搞你嘅時候暴動襲警都一樣，咁但係佢話阿曾志健話，就算唔可以做社工，喂。唔係喎，社工註冊條例咁樣喎，修訂唔係喎，係列明干犯危害國安罪行嘅人永久除牌，再不得做社工啊！冇人話一定係國安法嘅喎，佢真係要搞你就係執呢啲字眼咧。你係呢個係你呢個係危害國安罪行咯。即係佢呢個係泳總咯。係啦，逐個睇，單 case 睇，睇我俾唔俾你，你聽話咯。唔係咁，佢而家可能得喎，因為佢肯出嚟咩啊嘛嚇。咁啊，曾志健就話咧，就算註冊唔到都可以，仍然有其他途徑繼續喺社福界工作，要幫人幫自己，唔局限社工工作。其實啊，法律咧寫到清楚就需要嘅。咁第一，佢哋寫得唔好清楚啦。咁有啲有陣時，我哋會覺得有啲工作，有啲案例咧係的而且確咧，喂，你真係冇得怪，無論私人機構啊咩。你話呢個世界上有冇有色眼鏡啊？話就話喂英雄本色，人哋找咗數，應該俾人哋屌你，即係行翻轉頭啊！咁但係事實上有好多老細，又或者都真係會去考量嘅。譬如你話我哋最 common 嘅啦，你性犯罪嘅，屌你老母，我冇留班，你咁屌你細路女，即係有小學度教書㗎，大佬係嘛？咁但係
你好似呢一啲咁嘅罪行，即係其實呢、這個你講你告話過去暴動襲警咧，其實係政治案啦。喂，係咪需要咁樣咧？不過呢啲唔同你講啦。咁啊，阿曾志健就話咧，啊，佢入到去由於只係中午學歷啦，啊，所以佢每日嘅公餘時間就得下午5點到11點啊。咁啊，每日都會用6個鐘頭嚟準備考試嘅。咁啊，話覺得就好差咯，因為即係感覺，因為有啲試卷都仲未能夠完成。佢話家人一直希望佢好好讀書。佢話咧，以前冇聽佢哋講，咁呢啲都係喺節目講啊，你哋大家即係中意點樣聽都得噶啦嚇。佢話不過今次咧能夠重拾學業嚇，啊都想考三科嚟試下水温，睇下會唔會真係仲係可以讀到書。佢明年會再考嘅嚇，明年就會考埋公社科同埋經濟，目標咧就係報讀專上校院校嘅課程啊。佢話咧喺監獄入邊唔適合讀書，因為好嘈，好難專心啊咁講。咁其實喺一段説話入面咧，都講過好多嘢㗎啦，即係話以前冇聽父母要讀書啊，咁啊，即係有嗰啲咁嘅信息啦。你要聽父母，你要讀書，唔好搞事啊！入到去咧，你就算想讀書都唔容易嘅，因為係好難專心嘅，嗰度比較嘈吵啊。咁啊，呢啲都係需要嘅啊，揾當事人嚟現身説法。我又唔明啦，嗱。佢今次咧呢、這個我冇睇啊，我睇報道咋。你有冇睇？佢有冇另轉面啊？好似有啊，係啊。咁我都知係曾志健啦，係咪先？咁我點解要另轉面聲音改做咧？屌，我就唔明咯。喂，跟住呢個講埋先。唉，跟住今日新聞好好聽嘅，係第一次我哋講曬呢啲先。喂，我覺得鄧桂思愛嗰兩個醫生真係好撚無恥喎、啊！我真係好少即係人哋專業人士，我就唔係乜嘢。我真係覺得係無恥到極啊！嗱，當日你哋犯錯開漏藥嘅，係開漏藥，令到鄧桂思死撚咗。喂，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控方撤控，其實你係執翻身彩。屌你老母！竟然申請仲廢喎。係咯、啊。你真係無恥到極喎、啊！好在個官都話：喂，屌你老母！我搞撚錯你兩個，屌你老母自招嫌疑，拒批仲廢。然後官咧。同埋啲記者咧，個官都有講下，就將佢過去無論喺即係醫生醫務委員會啦嚇嗰啲咧，就全部炸曬出嚟。其實你即係你老實講，你哋件 case drop 咗係真係執撚翻身彩，講衰啲人就死撚咗。屌你仲申請仲廢，你兩個真係屌你唔撚要面到極啊！嗱呢兩條撚樣咧，一個咧50歲叫林志坤，冚家產。一個45歲嘅陳小劍都係冚家產，兩條撚樣，屌你！呢啲基本上係唔應該開漏藥嘅，即係譬如你開一啲藥，你唔使問啊，即係正常醫生啊都知道，都可能會咩？喂，你知道譬如呢隻藥對個肝對肝病嘅人可能會有影響嘅，你哋知噶嘛？你都唔使睇嗰啲，屌佢成個嗰、那個咩嗰、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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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歷啊！喂！我當你懶喺度，病啊有冇肝？我肝有冇事啊？我冇事，你都去問啦、啊。我肝好似有肝炎啊！咁啊，先睇睇個病歷，然後我開埋出去咯。喂，兩個喎、啊，而家兩個仲升嘅職嘅喎，仲要揾冚家產。就係、是、嚇、啊，好啦，兩個都係開漏藥，原本被控非法殺死鄧桂思啊啊，咁啊控方咧。喺八月，即係舊年八月啦，就話全面考慮相關法律證據咧，申請撤控獲批，唔過佢。嗱，控方就係話考慮相關嘅法律證據，就未必啊！我唔當佢，我就信控方啦。未必係有咩政治壓力，因為嗰陣時講緊咧，係咪醫生係咪要刑事化啊嘛？啊，好啦，即係醫療意外又係咪刑事化啊嘛？嗱，早前報告辯方話，辯方就係兩個啦。佢兩名被告喺被捕前從冇接受過調查，就證據嚟講，控方根本冇可能舉止到毫無合理疑點。控方如果話我哋兩名醫生開漏藥，控方亦都未能夠將兩名醫生呢個開漏藥嘅嚴重疏忽導致鄧桂思死亡一事舉證至毫無疑點。啊，喂，呢、這個唔係我哋辯方責任嚟嘅喎。啊既然係咁，辯方話
兩個人都未達到刑事定罪的標準，是相信控方撤控是基於證據不夠，即係唔夠釘死我哋。按照慣例，你咪要俾翻重費我哋咯。嗱，呢個慣例係可能是辯方教，即係啲律師教佢哋嘅。屌你咁兩個醫生都係冇腦啦，就算個律師教你都話喂唔好啦。屌你老母，好似唔係幾好喎、啊。真係殺人放火金腰帶咯、啊。哇！屌你老母啊！世界真係你仲夠膽去申請重費喎、啊？好啦，嗱，記住頭先聽到好明啦。其實辯方只不過係喺檢視過可能。真係似乎唔夠證據，因為有證人唔願上庭。既然唔有，即係佢哋知道，唉，屌你老釘，你哋唔撚死啦，先唔告你。其實就根本你已經執翻身彩。好啦，嗱，但係當時嘅控方嘅申請免費啊嘛，就話喂，兩個被告曾經喺醫務委員會嘅紀律言訊入邊，佢哋係承認有疏忽㗎，佢哋承認咗㗎。OK，OK。而被告嘅疏忽係好嚴重喎，人命關天喎。呢、這個行為當然值得譴責啦！嗱，法庭希望你哋使用酌情權，唔好批翻呢個重費俾佢。咁、結果法庭係唔好批嘅，果然。好啦，而且控方咧亦都披露佢哋點解撤控。佢話其中一個就係因為有證人唔作供，削弱咗控方嘅案情。而呢啲證人係包括乜嘢呢？醫學院嘅相關人士，證供係涉及被告接受嘅醫學訓練，加上考慮到。他們的抗辯理由、公眾利益，最終決定撤控。公眾利益我不知道 refer to 什麼，但是原來是有一些關於醫學院的相關人士，即可能是同事啊、專業證人啊，即不想毒死他啊。屌你老母，你們真的執撚翻身彩啊。好了，死因庭今年四月言訊鄧桂斯案，十三日言訊後 OK在陪審團用4-1裁定鄧桂斯因為服用高劑量類固醇而未獲同時處方抗病毒藥，引致乙肝發作而肝衰竭，死於不幸，是死於不幸。個死因亦都係因為未獲同時處方抗病毒藥。其實怎睇呢一度，我就覺得好撚不幸。屌你老尾！我不理，我覺得多數咧醫生就唔識嘅，喺啲律師咧叫佢就喂，而家咁嘅情況，按照慣例可以申請翻重費喎，都可能唔少錢嘅。屌你老母，你要唔要面啊？佢提出你都唔好搞啦，係嘛？屌你咁搞出嚟，咪幫我哋屌。好，休息一陣。